大家好，我是2年7班的徐明良。我的作品主题是游泳。这是暑假，我在好热的太阳下，身体泡着暖暖的水，感觉好冷却很有趣。教练教会我游自由式，努力划水，不要呛水。这是我第一次学游泳，这个作品想记录下来。游泳时的快乐，我用了不同材质的纸，表现不一样的感觉。我用色纸撕捏做，做出被太阳晒黑的我的身体，把玻璃纸揉一揉，想表现游泳时好冷波动的样子，就完成这幅作品。谢谢大家。